把糖和黄油放进一个沙拉盆里搅拌。 把面粉和泡打粉混匀，分三次加入筛过的面粉和泡打粉，搅拌均匀。把面糊倒进刷过黄油的蛋糕模里，注意不要都填满。 因为烘烤过程中蛋糕会膨胀，180度烘烤15到18分钟，也可以为蛋糕加馅或做装饰，但一定要等到模具完全冷却到室温后才可以进行。